PJSS 都这里开了一间超大店的香港鸡煲，这里是有卖港式茶餐厅美食，哇，很有香港茶餐厅的 feel， 这里包厢的名字很搞笑哎，带你们看陈浩南，哦，哇，很大间呢，还可以唱 K， 哇，来了，这个是用黑白蛋奶冲出来的，真的很有香港的味道，香港最近很红的爆柠一粒多，来这里必点的奶咬具。 甜甜的，好吃哦！午餐肉滑蛋饭，滑蛋看起来很好吃。这边竟然可以吃到猪扒饭，鸡腰王炒面，海鲜通心粉，沙白米粉汤，沙白勾栗肥哦。很香的酒味，这里的沙白米粉一流啊！哇，蛋米鸡饭，看起来很像一座火山。哇，火山爆发了！番茄味的，卤出来了，主角招牌鸡煲。 香香辣的，这个配饭一流啊！最近很红的辣辣包这里也有，肥肥的沙白，花椒养颜鸡煲，这个汤金黄色的，汤很浓哦，这个是小的，一到两个人也可以吃，最后给加汤当火锅吃。鸡煲治病啊，还不赶快来吃！